它吃起来味道是甘甘甜甜的。这边加工完之后，就直接供应到卖场，然后让民众去买，让游客去买。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，鱿鱼是比较腥，它的味道就是植物一样，吃起来有味道的，对，动物跟植物，对，像鱿鱼是臭的，这个台湾买不到吗？我可以买点。对啊，很特别。往这边来看，那薄薄的吃不出个什么。刚你好，我没有吃啊。啊，你不见得。它是压扁的，你把它压得很薄。它这个有没有？它昆布不是好几种，有长的吗？哈，有像那个针叶林那一种，不是针叶林就是被压的。它就是。那你们知道它什么位置、什么味道的话，就在外面那边可以试吃。